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。好啊，快点，你跟我说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？快点。小猪。小猪，你几岁？三岁。你问我叫什么名字？他不想知道。我叫什么名字？孟夏。孟夏。哎，你先教我好了，你先教我，我们再比赛。那个是谁？哈登。哈登。啊，这个嘞？热棒，好，那我们比赛。出牌了，准备好了吗？两个选手，好了。第一题是 Elsa， 我愿意。好，来得到一个。哈登，答对，来给你。大白猪，答对。拉布旺，是吗？是拉布旺吗？对，他傻傻的，傻傻的、哦。最后一题，噔噔，好，你答。莫西阿姨。答错是梦欣姐姐，梦欣姐姐答对，那这两个都给你，因为你赢我。好，耶、yeah! ！下一关，爸爸唱歌的时候再把钓鱼竿放在他的嘴巴上。好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嗯，我妈妈来了。好，我在跳，我钓鱼的跳，钓的跳，我钓到了。来吃，来吃，来吃！来吃可爱是可爱，只是有点难控制他们，因为就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想法，然后就想干嘛就做什么这样。我躲起来。好，再一次，蹦！他们都不会累啊。我想睡啊。哪一颗？这个。这颗。那个，那远远的。啊，球要放哪里？这里面。好。五、哦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射镜头。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累哦，我好想睡觉、哦。好了吗？各就各位。我觉得带小孩有点是那种精神上的。对对，并且就是虽然有精神上，但是身体疲乏比较多啊。很累，就真的很累。应该是说做家长都很累啊，不管你小孩子多大吧。我下次可以看你来比赛。你要看我比赛？好，来高高。好想。那就去玩了。小猪哥送你好不好？小猪。要不要？要不要这个？那你要说什么？谢谢，好不好？好不好玩？好玩。要不要再来？举头望明月，低头吃便当。答对。看我的厉害！看我的厉害！他可能有点不受控制，你看。你要跟我一起玩吗？可是我也要走了耶。梦欣姐姐，梦欣姐姐，后面就不行，后面就太累了。